受到疫情冲击，不少社福团体捐款减少。而在9月1号即将开学，花莲家福中心申请奖助学金个案也增加一成。新学期预计将奖助1050名清寒学子，总共发总奖金920万元。不过，至今尚有近400万元的缺口。27号上午，邀请受扶助个案自立青年现身分享历程，也期盼号召大众的爱心支持、善心捐款，用教育来翻转孩子的未来。今年受疫情冲击，社福团体捐款减少，但花莲家福中心申请奖助学金个案增加一成。眼看开学在即，奖助学金仍有近400万元的缺口。27日上午，邀请受辅助个案和花莲家福辅助委员会、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以及华荣慈惠堂等善心捐款人，要号召大众爱心支持。因为我们平常的物资只是给他们生存的条件，但是要翻转他的未来，还是要有读书。读书以后，他才有办法去翻转他的人生。得知家福也还有这个经费的助学金的这个缺口，就在想说我们怎么样来进献上一些微薄的这个心意哦。那我们这一次是捐款3万元，那2万元其实是我们协会的公益的预算，另外1万元的加码是我们的监事郭华玲女士，她现在正在花莲县文化局的美术馆来办理她的油画展。那她有提拨部分呢，就是让大家爱心认购，那她的这个款项是全数捐出来。个案当中，自立青年江彩玲从小父母离异，小学开始就受到家福帮助，毕业后接力传爱，回到家福成为社工老师。因为在求学阶段也是受家福的帮助，老师都会不厌其烦的提醒我们说要赶快缴交成绩单，然后帮我们申请奖学金。那我在求学阶段呢，就是可以跟其他同学一样，就是安心跟稳定的就学，然后也让我就是更坚信说我以后要出社会一定要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我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回来家福，真的觉得很开心。大学生其实9月中以后就陆续要开学了，其实我们一直希望趁最后这段时间，然后我们也再一次借由今天来在场，谢谢在场，因为这些都是我们长期稳定在协助我们的一些单位，借由他的抛砖引玉，然后也借由我们所有孩子他们自己的一些分享，然后我们希望也看到他们的努力跟成长，然后希望社会大众也可以持续给我们支持，然后让我们家福跟社会大众可以汇集这些力量，陪伴这些孩子可以度过他们人生暂时的困难，那也希望这些孩子以后都可以有很好的发展。家福中心在每学期开学提供国小到大专奖助学金，一年龄从1000元到2万元不等，让清寒学生支付注册、学杂费、生活费等，不因家境而中断求学路。期盼社会大众踊跃捐款，补足缺口，一起用教育翻转孩子的未来。记者蒋邦彦华联社报道。